把我害死，你不是下个的保养，你要他要不下个的我才吗？下个的变态吗？来我问你们，叫他那查的那天，我就是我们下个的精神变态，精神有问题，还是我有问题？来叫你来查的，你跟我下面视频咋的？下面是个市长，算打咋的算钱？东西，你那个找的，嗯，这你他的电话，他的电话，你那样，我给那个姓张的都他妈发给你，嗯。你叫杨生，我来了，本来我都不见了，我就上次还来装家，这家里的，我已经告诉他了，你不说话吗？你那次2015年14年的，我无尽的这个。国宝大队的这个跟公安国宝两次找到我老婆厂里，后来我直接叫他让跟我见面，这个大家到我给揭露他不敢了，我不是跟你讲了吗？大家他跟没有脑控，我就大量的跟脑控这个科技的技术，就每天报道的包括大量的技术，我今天还在这个他娱乐网站上画这个2008年这个中央电视台这个播报的美女把脑控武器用于实战那个视频呢。还有这个2016年这个第一哎这2017年初，这个中央电视台换的这个挑战不可能啊，就是浙江的黄立满这个黄立鹏大学生，就是擅长做实验，在中央电视台这个用人脑意念操控小白鼠做迷宫，就大量的技术你控制人脑子，控制我脑子，控制群众脑子，对我进行公开监控拍摸杀。这大量的事实证据，你们还要去做，还要去写个恐怖的，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名义来，准备把他自己精神病院把他关起来害死，你还这么邪恶的？你拿着那些人的钱，拿着人民的钱，你要是你的四处去拍拍屠杀人民，就害人民。到三年我的家里，三年我老婆孩子，要把我送到精神病院里，说的把他关起来。我就找了，我今天印，我还不知道这个是网上那不这个画出来，我今天给画出来，我画的印出来了，都在网上了，你们的跟我见面的经过全部画上的红的，都那全世界都会知道的。这个包括你今天我才知道，今上午找到俺老婆厂里，你威胁煽动安排威胁俺老婆恐吓俺老婆，说你要让他们把我这个说同意把我带回去弄精神病院里给管起来，说你这个不然的话他杀人放火，到结果我是为人好讲的，说你你那是想干什么？平完了，我得跟你们见面，帮你弄啥子，不然的话，我怎么能去跟你们见面呢？包里边啊，所以我才去跟他们讲，听他们怎么讲的。我就是因为大量的证据，这个你国安国宝对我进行脑控拍，这同步脑控全部对我进行公开监控拍，没有大量事实证据，我就要你给我打过来。他，我刚才不是讲了，你他们就讲出来，全部给我讲出来。对对对对。他讲了，给他讲出来，徐教授这个何大伟。我你那我现在给那个他的手机发给你。他不是他们谁了？啊！当然是这个，就找着那个姓苏的了。
啊，那就这，那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不要说。啊，那。哦哦，那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哦。